测试，但保全人员必须疏散第一层全体人员。安妮带 A 吗？将军和主要小组成员将转为远程观察。安德森少校头盔里可能有重要数据，你应该拿来分析。头盔啊，这不就是他吗？这把是 R201， 没错。他死了，安德森死了。我拿到他的头盔，看来还很完整，跟他本人不大一样。做得好，如果你把他带回来，跟他本人不太一样，获得重要数据，很完整，跟他本人不太一样。那有礼貌哎，不给尊重。哇，这画面好美，就可以分析了。他伸手，来给你。给你。安德森死后，特殊作业217的控制权就转移给你了。库伯铁狱，恭喜你获得擢升。以下为反抗军 SRS 的布里格斯指挥官所简报的安德森的任务。我升官了。两个星期前，我们截获了 IMC 通讯，他们在提供星上发现了某些东西，一种巨大的能量爆炸在该位置释出，造成了时间的扭曲。我需要在地面上的 SRS 渗入该设施。收到，我会找到一些答案的。我会找到一些答案。我们在灰熊行动中回收的腕带装置应该可以保护你。这关超赞。IMC 已经与副本布里斯克和他的佣兵们签约，要保护那边的某样重要东西，所以注意你的背后和安德森。你知道我有多爱写死亡报告，所以别自己行动。SRS 是个团队。有多爱写死亡报告？铁狱。安德森少校所收集的数据显示不完整，我们有责任坚守并完成特殊作业217，建议我们在继续前先找到安德森的腕带装置。他身上没看到任何装置，他可能在另一半的尸体上。好像玩过还是看别人。我侦测到安全守卫建筑上有个洞口，应该是看别人吧。我会提供进入的权限。在你调查设施已取得情报和丢失装置时，我会待在这里扫描环状结构。好帅，哎呦，很好，也许下次你可以丢丢我。了解了解。炸弹包，这有什么？炸弹包。这个是。已侦测到未受限制，启动自动保全机制。怪怪的。我先走一步。